讲一个成功的原则。找到了没有？好，等一下下哈。哎，咱领导者，因为咱四千人后摆拢是要做领导者，对不对？对。咱就是先行者，也只限四千人，四千人吼，咱拢总后摆也是主管，主管咱现在遮有做过官的人，举一下手者。有没有当过官的？咱也要做官不？你会吗？咱确定有要学一下要安怎做官安尼无？有听过我讲要安怎做官的人举一下手一下。哦，拢捌啊嘛，会记一下无？大概有小部分没有听过哦，那会啊，我恭喜吼！未啊，等下佫听一个，咱上届倒尾的五分钟，如果没有打瞌睡的，应该都可以听到吼。咱即马要来研究讲，咱要安那领导人。如果若袂用做人，咱会用管人无？若袂用做人，有法度管人无？要以身作则，对无吼？所以咱即个题目吼，领导者成功的原则，就是要来讲吼，咱要安怎讲领导才会成功嘛吼。所以吼，咱互相来研究一下哈。来，咱奋斗，不断地追求目标嘛吼。咱今嘛就是讲，一直往成功的方面，咱的成功就是接挣钱，对不对？咱就是接政权，所以往这个目标准备认识你自己。所以讲，今嘛你过五关以后，正式是内阁或是议员嘛吼。所以呢，就是你爱捌你家己，捌你家己了后，你爱往目标去追寻，来立志做大事。那不是会当做大官尔，佮爱做大事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咱后摆也是要做日本人嘛。那么我们要认识自己，咱就是日本人呢。咱爱学足侪习惯是日本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的习惯要不要很好？第一个，日本人全世界上有礼貌，对不？对。佮来。上界中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咱拢改叫讲日本啥物教嘛，对不对？国是最宗旨的，所以咱以前拢甲讲日本人就是日本教，对不对？咱是毋是讲要做教啦吼？咱就是讲像教遐尼种中心，所以我们忠于民政府，忠于民政府为开始到今嘛，今嘛进入我们。就是五关啊，过五关以后，确立你的身份，就是要认识你自己，立志做大事，咱得达到我们成功，达到我们领导的目的。然后呢，要建立信心，恁有信心无？咱会乎台湾的人民甲咱娱乐无？会吼，有信心吼。咱即马吼，唔是要吼咱的人民讲行一条尔，咱爱互伊行两条，好无？因为你知影官，咱做官，古早人拢讲啥？父母官，对不对？父母官。那么咱即马就是爱做人民的父母，咱爱惜人民，对不对？爱惜人民，人民才会敢尊重嘛，吼。对不？好，所以今嘛，咱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信心。我有把握，甲台湾治理又好，来就是要奋斗进取。咱先啊爱奋斗，因为咱四千名还未搞，对不对？咱今嘛了吼，
回去一个人拢爱找两个至三个，安尼唔好。好、哦，所以呐，安尼来讲吼，咱就是奋斗进取，奋斗进取，不断的努力，就是一直叫人办身份证，一直叫人来上课，那我们就会达到成功吼。啊，激发对事业的热忱，咱这嘛是一个事业，嘛是一个组织，但是咱政府甲国家是足大的事业，而且唔是像咱一般的事业。来重视团队精神，那团队精神，台湾人有够烂的无？对不对？人讲胶刷袂做堆吼，对不对？那咱四千个是最优秀的种子，咱一定爱合作，一定团结，对不对？咱就是讲吼，咱无分级分类，咱一定爱团结。一定要合作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尊重嘛。所以呢，咱在团队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尊重，所以不能说啊，我就是上大，这样自大不行。每一个人都是咱的老师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把这个团队的精神拿出来。团队的精神就是不能分裂，无论你生意吧。像阮生意吧，啊，足含慢讲话嘛，大家罔听呀吼。啊，但是只讲每个人都要训练哪一个部分，我们都要去学习，咱拢爱会晓进吼。所以讲，这个团队的精神很重要，绝对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。咱爱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良好的习惯咱足简单诶吼。我伫日本吼。我去那哇三四十年来来回回哦，啊，我入去吼，因的便所拢会使对啊度孤一个，有够香的呢，啊，有无？那这最简单的一种啦，上简单的一种，咱拢也未达成呢吼，啊，所以我顺便伫遮交代大家，我讲，咱后壁啊便所我入去，那会和我伫啊度孤，那我们就是已经会当做日本人啊。啊！那内底搁淡落落吼，搁乱七八糟吼，我看我们还要努力吼，所以我提醒大家要养好很好的习惯，包括我们行事坐卧，就是你的讲话、你的穿插、搁你的表情，看到人拢爱笑眯眯无？啊，袂使安尼结到一地安尼，吼、哦，我是大官呢，安尼唔好对唔对？所以即马去，大家人都爱笑眯眯啦吼，互相都要打招呼，然后呢，所有的坏习惯咱拢卖用，像迄个未休息，那每一个周开会的时阵，我发现时间拢总无准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七点拢七点半才来呢，对不对？我去，逐周都有这个现象吼，啊，歹讲啦，为人吼。那即马因为也未领薪水吼，啊，食头路时间未拄好啦，啊，就是尽量以后我们有拿薪水的时候吼，哎，一秒拢未使差，好唔好？因为日本人上界休息对唔对？啊，全世界上有礼貌，佮上界中，因安怎？中间有诶神功特工队啦，对唔对？啊，去到唱歌，啊，到准备要来去好势啊，安尼吼。啊，咱吼，这真是蛮恶客嘞。咱今吼民政府也无成功，安尼啊，事不为人嘛，对不对？人我嘛有安尼准备吼，一定台湾民政府一定爱接政，佮而且爱甲台湾人民带去健康、佮幸福、快乐的日子。所以，这就是咱的习惯。我们的精神要来吼，要勇往直前，永不停步吼。咱即马过五关吼，就是恁拢无停步，一直过五关啊嘛吼。所以讲，这步搁打落，即马咱来到白职位啊。哎，过去都有白职位对无？吼，但是即马这是要，咱即马甲级动员吼，就是要报美国啊哦。所以吼，勇不停步，所以袂使
搁在台湾哈，来热心积极的态度，以实质的信心。咱热心积极，就是讲安那，咱秘书长拢讲安那，咱民政府有饲着七个不孝仔，啊，这意思恁敢知影？所以讲，迄就是安那，无信心啦，凊彩吼，耳孔拢米粉糊的，互人讲讲的对人走对无？迄就是吼反叛分子啦。所以咱一定要有积极的思想，积极的思想，咱有正面的思想，袂当安怎，互人乌白讲讲的对人走啦。啊，无简单，我会讲讲吼，大家会当入来，真是足福气的。但是你乌白互人讲讲的，啊，就对人走，安尼是毋足拍算？啊，大哥，你听不懂哈？还是可以？啊啊，听有无？听有无？好，哦，没问题哈。有人听不懂台语的吗？好，好家在拢会晓哈。我临时看到哦，大哥，啊，讲听有啦，无问题啊哈。所以讲，一定要有信心。咱较袂讲吼，啊，咧国务官啊，即马人讲讲的讲，哇，台湾民政府是咧骗人的，安那着搁对人走啊？绝对非常非常可惜，是不是呢？哦，所以讲要果断不断，这果断哈，不是武断哦。完善的人格，愿帮助他人成功。咱即马一个转来叫一个，是不是帮助别人成功？啊，后摆啊吼，咱叫来的人领薪水，咱也无分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转来叫，你去甲叫，也毋是咧做传直销，咱嘛无抽佣金嘛。哦，我们纯粹就是帮助别人成功。那么呢，做一个官员一定要有果断，不是武断。武断很多人拢是讲以我的意思为意思，安尼会马上就该决定落去。所以做一个主管一定要果断，果断是要有智慧，你的判断是一定要对的，哦，一定对，而且速度要快。一定要有具备这条件。人讲长官啊，要安怎要安怎讲？稍等下，我等下想看卖啊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吼，要有果断的能力，吼，来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就是讲任何人甲你刺激，甲你嫌，咱一定要毅力不摇。咱若做一个领导者。袂使人几句啊话就互拍败去，所以要坚韧不拔。那么爱这安尼才做会久，咱才有法度领导人啊！吼，如果人啊嫌一个起膜拜讲啊不做了，安尼敢会使？袂使吼！嘿，我看大家精神真好，拢无咧拄久吼。啊，来有冒险的精神，冒险就是讲目标是知道的，但是很多人不认同。你就可以去做，这叫冒险精神。像咱的华理是毋是世界秘书长伊的这个华理是毋是第一招？不用流血的革命，而且革命成功啊！敢那是秘书长一支笔尔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很冒险哦。在八年前我参加的时候哈，敢那听讲，咱这条路会使来过美国，安尼尔尔呢？安尼，我著栽落到即马呢。安尼有冒险精神咯。啊，搁第二遍，搁过足侪年哦，过四年后吼，讲我们可以申请身份证呢。啊，以前的身份证吼，我若用啊摕互恁看，秘书长印的哦。哦，迄张吼，美国国旗尔吼，我嘛有办啊。哟，以后我们可以办美国给我们的身份证呢。哎，阵啊，得搁栽较深落啊，安尼吼，得搁大个栽落啊吼。啊，结果一月份开始哦，咱记得水叶园，我们中央好开始，然后呢，我家里就是高雄州办事处，啊，都有迄个阮兜啊吼，物理治疗所啊，都拢甲换过，扛棒换过，换迄个高雄州办事处安尼吼。
美国的国旗就甲挂咧吼。我迄阵啊吼，挂偌大堆呢，啊挂古早吼，我伫台大吼战略学会啦，啊有一挂记者证啥拢摆摆，我惊讲吼，有大是有大，我惊讲同心啊，啊来阮家吼，啊唔知有迄地无啊，下去啊乌白念无安尼啦吼。所以我记者证摆一大堆吼，要伫遐收惊咧吼。结果吼，连一只蚊仔入啊都无啦。到即马吼，要四年啊咧。啊，尾啊，我才听到一个吼，三句的吼，嘿，这移民署的以前吼做外事组啦，三句的我带来上课咧。哎呦，一讲正甲我讲讲，哎呦，你若插美国国旗吼，阮这个警察人员吼，一卡步拢袂当甲你搭入的啦。哦，我讲啊，啊你唔较早讲，害我带遐久。吼，足无意思诶，对无？吼，啊，讲了后吼，大家我讲拢叫人擦菜。恁家若无爱互警察去咧乌白问吼，美国国旗拢甲擦好咧。吼，外好用来到即马拢有印证出来，对毋对？吼，所以阮四当前阮就咧甲擦美国国旗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迄个冒险精神吼，那佛家讲智慧啦，像咱遮拢有智慧诶呢。就是讲，还未看到成果，咱就敢去吧，迄就是冒险精神。那个也要有智慧呢，啊，只有知识是无法度的呢。讲迄破骨啦破的，拢知识对唔对？啊，要无破的吼，头壳吼，头壳迄像迄释迦牟尼佛安尼，迄就是咱遮，拢较巧就对啦。迄拢有冒险精神啦，知影一个目标，掉啊就安尼甲栽落去啊吼，往前走吼。有良好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巧，哦，这足重要诶吼！你若是讲吼，与人家沟通不良吼，你做一个主管，做一个领导人，啊，人啊，跟你讲话，啊，你一下硬话就甲写落去，安尼会使无？所以人啊，讲较歹听，咱嘛爱装软诶，对唔对？吼！所以讲这个沟通吼，人际关系人。全人类当中吼，一世人上重要的就是讲话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拢知影足重要，我拢来遮咧学呢吼，啊，咱共同来学习吼。讲话若讲唔对去，会足凄惨无？所以做一个主管，讲话一定要检点呐，袂使乌白音，袂使讲足歹听，对不对？一定爱讲啊。是安怎？无我来参考一下，莫讲啊，莫啊，迄无要听啦。哇，安尼我看，迄做主管虽去用吐了啊吼，啊一定爱有解决问题的技巧。人与人之间，那人足济是毋是非足济？啊，这个会讲迄个唔对，迄个会讲迄个唔对，那你一定要有技巧，是毋是？对不对？啊，人也要跟我冤家吼。我拢闪边啊，尔嘛，互伊家己拍落嘛。啊，伊若阁无好，我拢买咖啡互因食。安尼做会到未？恁若要试看我的功夫好啊歹吼，调低到我冤家看卖啊，我一定会买咖啡互恁食。要信无？吼，因为安怎啊？咱无爱跟伊冤嘛，咱要跟伊做好朋友嘛。对不对？你一咖啡三十块会当解决代志，足好个啊！啊，表示尊重嘛。啊，伊若阁无来，你请第二杯，互伊食甲变像个乌人，迄乌妈妈迄个安尼嘛，对不对吼？我想吼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，先卖插伊，绝不能对立。对立，你现甲伊在遐冤家吼，咱就无计啊呢。啊，咱是领导人，我们是主管的啊，所以呢。做主管，你袂使跟下底的人在遐吵架，啊，就你跟囡仔冤家相共啊，安尼是大人，对不对？尤其咱即马这是大人的大人呢，咱袂当随便跟咱的同事跟下属来冤家啊，对不对？我拢做不爱跟人冤家啊，啊那吼真正无爱吼，咱坐一边啊，坐一边啊，沟通沟通啦，吼，把事情讲好，咱每一个人一定安那对事不对人呐、啊。这个人安怎嘿，咱卖讲批评，啊嘛，每一个人拢是咱的人，但是咱要讲代志，就是把代志讲清楚，两个都要握手，甚至安尼摸一下，大家友好，安尼咱才会团结，对不对？所以最重要的吼。
我今仔日教的方法吼，我拢迄新妇修女教我的吼，啊，我拢家提出来讲，做事容易，做难，足难。所以吼，我把这一刻当作我人生当中最难的一刻吼，因为我足爱跟人好啊嘛，为人还佫袂爱跟我好呢，足凄惨的，你敢知？所以吼，我感觉这课上重要吼，来培养一批能负责、有担当、能干且有资源力的人，这足重要。你要做主管，你要不要你的左右手？你爱你的团队无？所以咱爱讲一个人上无叫三个甲五个，上好叫比你较牛的。你啥物会伊拢会甲你做得好好些，迄个如何？啊，唔免惊讲啊，人比咱较牛，啊，就甲咱职位换去。应该不会这样子，咱爱遵守政治伦理、事务伦理，先得先后得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卡倒袂入啊吼，像恁家拢变我的邪魅呢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若要爱拜托恁做啥，恁嘛会甲我做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倒袂入啊，无一定讲是比我较含慢啊，所以我予因做较悬嘞。我拢讲后摆啊，要甲我照顾，大家嘛欢喜甲，对不对？拢嘛会敢照顾，咱若做上大，咱爱敢照顾，足忝呢，对不对？咱台湾人哦，足侪拢无爱伊的朋友倒尾去嘛，做比伊较大吼，啊都很嫉妒，而且很生气呢。啊，我拢袂呢，我每一个人中央若欠人，我拢较紧叫叫来吼。所以咱爱养成吼敬老尊贤的这个习惯啦吼。所以讲，一定爱有能干，而且会当甲你支援帮忙的人吼，你就甲叫好去吧。啊，安尼你就足快活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，这个题目虽然讲唔是咧做官的方法，但是这是真正做官足重要的闭关吼。所以这是我的武功秘籍啦吼、哦，要有充沛的精力与进取心。所以讲，充沛的精力，咱呢一定爱生活习惯好。你若是讲吼，暗时唔爱困，日时唔爱食吼，安尼够体力，所以习惯要好，习惯要好，你的精神才会充沛吼。来，啊你爱有进取，卖讲啊，咱今仔日都做安尼就好啊，会当做就尽量吼。像阮伫遐做做，啊你讲厨房咧欠人啊，我嘛较紧搁甲补落去吼，对一部门来，因为每伫遐做的人吼，拢总是跟恁同款义工啦。大家拢无领薪水哦，哦啊，做甲变数啦，淡落落嘛较紧去入，所以讲积极进取，咱就是一定爱一步一步，愈了解民政府吼，愈做愈侪侪工课，啊，咱愈爱提来做，安尼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会很快成功吼，改掉坏的习惯，咱改掉坏的习惯吼。都只有讲过哈，迄、那个养成好习惯，就是讲你要改掉坏的习惯啦哈。啊，咱像即马吼，咱做大官嘛，有一寡有食薰的嘛吼，就是尽量减少，因为咱啊开会的时间吼，可无啥方便吼，所以尽量去把我们的习惯改掉，啊，养成好习惯，进一步认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界限问题。所以讲有意义的，就是讲对咱有帮助，对别人有帮助。啊，甲无意义的，就是讲对家己嘛是一种消磨时间，爱浪费生命，或者是讲啊无路用，对别人嘛无帮助的工课，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做。因为安那，我们是要执政在即。足紧足紧，咱就会接近。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先准备好，执政的时候，咱较袂讲哎，咱啥物逐项拢袂晓。所以在选择职业的时候，我发现咱全台湾大家拢要选做议员，啊，做啥物议员，做肉员吼。所以吼，讲迄号做上简单吼，我感觉迄无简单嘞吼。我建议大家上介好，就是安那。把恁的专长选恁的专长，是安那？我那一直爱伫妇幼福利省，较早号做妇女总会，对不对？吼，因为我是读医的，我对照顾人民
嗨，辛苦病痛啦吼，迄咱拢民间疾苦，我们都非常了解嘛，吼啊，所以咱做起来非常顺遂啊。啊，对于教育，教育我们是幼儿，还是包括胎教，嘿，我嘛足熟悉的嘛，我们也是内行，所以你选的工课吼，看你较早的专长甲兴趣，爱选了好，啊，选了好的时阵吼，后摆都袂讲啊呐。阿伯阿公做未来，压力很大嘛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我奉劝大家，就是要现在开始回去开始准备。没有专长的人，准备怎么样？环保局也好啊，来看水沟啊，扫清气无啊？啊，迄、那个草埔啊，吼，迄个公园啊，草啊，清会清气无啊？我讲我无啥读册啊，啊，无啥读册，看水沟啊，清有清气嘛，会晓嘛？所以就该选迄环保局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吼，你若是讲选迄，你拢袂晓一个，阿伯啊，该艰苦吼，卖伫遐换来换去。我以前初初拄啊做副组长吼，三年半前吼，啊，阮的组长换掉了后，我就甲秘书长讲，我无爱做官，我要做官呐。啊，若要做官的人吼，都拢来阮妇幼福利省、妇幼福利厅、社会局。所以呢，我从来唔捌讲过鬼吼，人讲个职位无够人，拢会先排啦吼。啊，即马若是有排有出呢吼，拢欢迎来我家吼，妇幼福利省、妇幼福利厅、社会局啦吼。所以这个部分吼是较简单啦吼。咱要安那来做较简单吼，来就是讲，咱进一步有意义甲无意义，爱分了清楚吼，来。承认错误，咱若做大官的人吼，大部分拢足爱面子，对唔对？啊，若有唔对，拢硬拗，对唔对？人日本人袂安尼哦，日本人吼，伊无点无点，家囡仔弄着，伊随家因囝讲，随妈先，我免阿塞，随家因囝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这就是礼貌，日本人全世界。啊！你若对伊讲足好听，有礼貌，敢会冤家会生气无？所以讲吼，冲突就是在没有礼貌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一定爱承认咱唔对的时阵，袂使硬拗吼。所以讲，咱以前安怎拢无要紧，为即马起，我们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啊吼，政务官哦，不是事务官。所以政务官是要领导人做人的。中官吼，做人的主管，所以咱很多习性，我们的讲话习惯拢爱改吼，拢爱改过吼。来，强者懂得如何控制自己，掌握最佳的时机，做出这个罪是写唔对的吼。啊，搞我拍的人吼，这个罪写唔对，唔是这个罪哈，最正确的判断安尼哈。是最正确的判断啦吼，就是讲，咱若要做强者，拢爱懂得控制自己，掌握最佳的时机。就是讲啊呐，当你领导的时候也好，现在也好，我们跟同事、跟上司、跟我们的下属，让最好的时机我们拿来用，拢爱借好这个时机。要来做一个好的代志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强者。你找机会跟人家认识，啊，跟人熟悉，啊，你会晓创啥，你会晓创啥。后摆啊，写写，你啊欠啥物物件，还是你不懂什么，你拢会当问人啊。吼，像伫遮吼，我拢一直发我的我的名片给人呢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我嘛会摕着别人的。啊，这个吼。在做啥？后摆啊，我欠的，我胃啊内底去挑，马上打去。同心什么什么东西，你懂不懂吼？安尼人随感觉变变嘛，安尼是咪足好诶？所以讲，咱来遮哦，遮侪人吼，啊，咱上无伫两天的中间，咱嘛是爱去熟悉几个啊。咱的同心最好全部认识，对不对？有个人安尼翕相转来吼，啊，先做一个看。哦，啊，这个阮同学，这来阮同学，遐阮同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若有机会写一下电话，大家互相联络一下吼。伊会用创啥，爱甲问起来。
你后摆去报名的时候，问同心都知道啊。安尼，咱是毋是变万能诶？逐项拢嘛会。哎，你又讲，稍等下，我等下甲你回电话。你问问诶，才搁讲讲，安尼咪嘛是你会啊？吼，借用别人的专长，所以要把握最好的时机啊来做出最好的判断吼，就是判断嘛是爱有正确诶。所以讲，你袂使讲拖甲足久去做无正确诶判断，迄是讲足久你拢无法度判断。这样就人会讲你无能啊，无能啊，吼，袂使无能吼。来接触能够激励别人的人，吼，你就像讲我这安尼足鸡婆的吼，啊，咱内底足济嘛拢足鸡婆，讲讲鸡婆较歹听啦吼，热心啦吼，啊，热心的人吼，你跟他认识，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。吼，伊大行嘛，甲你教，大行嘛，甲你讲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一定吼，迄足热心的吼，足爱跟你打招呼，看到你笑眯眯的，绝对拢去甲右手拢跟你熟悉，迄绝对拢对你有帮助。吼，哎，那拢坐啊，点点吼，你甲看，佮要佮甲你认，迄咱莫插伊好啦。迄你跟迄种人啊，学无物件，你知无？啊，上好是咱内底莫有安尼啦，吼，莫遐暗多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拢熟悉较好吼。来，哎，就是讲远离。爱发牢骚的人，为人足爱发牢骚，对不对？哎，逐工拢唱口条，互你听吼，听到互你会升起来，互你感觉吼，你会一直悲观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迄在讲的时候，暂时吼，用电话在讲，你就讲啊，歹势我人起来啊，还是啊，我临时又搁有一支电话吼，茫搁再听落去啦。咱迄负面的听伤济，唔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伫你的头前吼，加无去变数嘛会使啊，对不对？卖听口条啊，但是足重要的代志，朋友有困难，当然要家己听啦，卖讲无。啊，但是无代志，逐天唱口条给你听吼，听甲拢臭生气，要得离位种人吼，你就是要远离他，较袂影响我们的士气，较袂远要远离他，咱较袂变消极的人呐，咱较袂变消极。啊，我一个同学吼，讲人伊个朋友在失恋呐。啊！逐工听，逐工听，听听讲要去迄乌诶乌水潭，乌什么潭？诶，水库，乌苏潭哦，乌山头水库啦吼。讲坐船啊，要去自杀，伊嘛对伊去，甲跳跳落去呢。啊，所以负面听太多，拢会副作用呢，会受影响。所以咱最好甲忧郁、甲消极的人吼，我们要把他引导上来，变成积极。安尼较好，啊，莫讲听听，搁两个总爱招招去啊，安尼较好，吼，啊，咱就搁世间搁减几下个啊嘛，吼，来改变思想就能改变人生。咱那是改变咱的思想，吼，像这个，咱的思想控制我们全身，甚至我们每个细胞，咱的细胞是受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。除了你药物啊，你的食物啊，而且你的外伤以外，当中所有的咱的细胞，当中受我们的思想在控制。咱若要爱无病，你的思想一定要正常，一定要乐观喜乐。那么咱活化细胞，你较袂那个晦气太多，你较袂有这个。得到什么病哈？所以讲这个思想呢，也就是你的运命。咱外口的哈，我研究过足济足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们的个性就是思想来的。那么思想也导致你的命运所在。要相信吗？所以我们的思想如果改变，你的命运就会改变。啊，咱的身体。嘛会改变，所以这一定爱把思想改变，一定要乐观的态度来对人生有莫大的帮助。所以讲吼，咱来乐观呢，对足济代志拢有帮忙。尤其呢，像咱即摆入来这吼，我拢想着拢半暝啊起来笑笑的。啊，所以人讲我愈来愈少年呢，恁敢有感觉？哦。因为安怎，卡边啊讲的小声，啊，咱无代无志，起来有人来做大官，啊，
啊，真的无要欢喜哦，对不对？比着个啥物大乐透搁较好嘛。哎，大乐透你袂当去买官呢，几千万嘛无法度买官。啊，咱是实实在在，咱是一颗一颗一颗安尼一直读起来，读到即马过五关，对不对？安尼无代无志嘛，做大官，安尼无要欢喜吗？家己欢喜一下。为即马去吼，逐天拢爱笑眯眯呢，毋好油头甲面拢无成大官呢。所以吼，一定要给自己非常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你一个人生，对你的人生才有帮助。所以袂使老是去想坏的啦吼，来增进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最重要的就是讲安那，咱的人际关系要安怎去打交道？啊，那我吼拢名片安尼摕咧，一直一直分，一直分。哪怕恁即马吼各行各业，我即马吼，我的经验我所知道的吼，知影吼外交上好的是啥呢？做传直销的啦。做保险的啦，好，迄外交拢足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一般人拢外交较歹，啊，我是感觉人因为拢有受训过吼，迄较想要对他们有帮助。伊熟悉一个人，伊就会身材啊呢，讲人脉就是钱脉啊。哦，啊，咱那是呢，咱大家拢该捌捌的吼，后摆啊，各部门吼，每个长官你都认识，你要用到什么人，拢总有呢。安尼有偌好呢？所以人际关系啊非常重要。咱良好的关系，人讲捌人较赢得捌钱，对不对？捌人吼，钱无法度解决嘞，伊拢会甲伊解决呢。啊，你若捌钱尔尔吼，为钱用钱买袂赢嘛，对不对？吼，所以讲咱一定要懂得良好的建立良好的关系吼，用人之道。咱做官上重要爱用人吼，足重要的呢。用人若唔用唔对的会倒无？所以一定要正念思想的人。如果呐吼，足个拍马屁的，讲好话，你对你足好诶，你要用的话，你用的不是人才，用的是奴才，对不对？好是讲啊，这我熟悉，伊拢袂向阿来叫你身躯边，迄你着搁加担一担，吼、哦，要慎重考虑。也许拍马屁对你很好的人，伊无半片，或许他会给你有歪主意，互你去做了代志吼，后摆啊你自己要承担。所以我们用人之道一定要慎重。人如果一个人的品格不好，道德不好，这种人会用得吗？所以从小小的地方看一个人，所以多跟他谈，跟他较接触，你就了解这个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才，没不对。那么蠢才也可以用，用在哪一个角色？就是说适才适用啊，哈。适才适用，我们这领导者一定要，你不要把将军拿来你家里挑的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就要做策略，怎么样去攻？啊，你把兵啊调去做将军，伊逐工遐遐佚佗安尼吼，啊，伊也唔知影讲啊，迄敌人在哪里呀？吼，或是你要怎么样守关呐、啊？啊，你要怎么攻击啊？他跟你什么人的长短你都不知道啊！啊，安尼你要哪做将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适才要适用，你袂使把大的摕来做小的，小的摕去做大，这样乱七八糟吼。所以用人之道在于知人善用，你一定要去了解伊，才知影这个人要该摆在哪里，你要该用在什么所在吼。来管理别人，首先要学会克制自己。就是讲，咱呢，那是要管别人，是唔是家己爱管了好？吼、哦，所以家己爱管了好，进前呢，你像即马开始转去，你就爱开始想，我即马规划每个时间是在做什么？咱即马后摆啊执政要做什么？像即马咱每一个人拢有做事业啊。
那么你要开始规划，你要规划说，当我们执政，也许六个月，啊，无定两个月，啊，你的代志后摆要安怎交代？你拢无准备，雄雄人要过执政啊，我无用哦，我又搁去了了啊，安是毋做无采？秘书长讲，过五关的人都准备，无定明仔载一天就变天哦，所以你们都要有心理准备，明天做好准备，才不会有麻烦哦，才不会失去机会了哈。没有了哈，换下一个，随便一个都可以哈。休息一分钟哈，来，此事格言哈，这个跟我们的人格、习惯、品德都有关系哈。我们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好，如果咱那是不去注意，在我们执政当中都会发生很多问题，而且有可能马上下台哈。我讲了的这代志，咱也拢记伫在心。有可能，予大家人食到百二岁，领钱领袂离，安尼好唔好？哎，这道理要判断他人行为价值之前，先要穿他的鞋子走过一里路，这是一个比喻啦。所以咱即马拄到人，还是咱的部属、上司也好。你不能随便评断他人的长短，因为你要讲别人的长短，古早人讲，你先穿伊的鞋啊，行一里路，安尼你才有了解的意思。所以，唔好看到头前，随便就去判断，啊，就去批评别人讲，啊，伊就是安怎的，吼。所以这点是足重要，很多人就是可以直接了断，讲啊，伊就是安怎的，啊，但是不见得哦，吼。所以讲。一定不能随便哈去判断他人的行为的价值。伊即摆在做啥？啊，你就讲啊，这个都已经无效啊，无路用。后摆伊比你较有路用嘛，无一定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这足重要的哈。来，团结则无事不能了哈。不团结则万般皆输。就是讲一个团体，或是你一个小团体，将来咱是。分去全台湾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单位都不一样在一起。但是你如果有团结的心，好，像我拄啊讲的，你有团结的心，我们每一个同心，拢爱把以前的习惯改掉。每一个同心发生困难的时候，咱拢爱踊跃来支援他。啊，如果伊那做了无好势，予人批评，规个老百姓，咱的是毋是拢讲咱民政府安怎？啊嘛是了着咱的民主点哦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的代志，咱来当作是咱家己的代志。所以安尼，那是有安尼团结的心，那有安尼热心来相援吼，咱绝对万般都是袂去输去吼。不团结，咱就拢会输去。啊，这项我都会晓，啊，我都谈啊，无爱甲你教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安尼来讲，伊的民主嘛，咱的民主，咱一定来遮爱知道讲，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咱嘛是事业的共同体。如果有一个人发生啥物，互人批评无好诶，拢总影响到台湾民政府的民意。拢总咱拢有分吼，卖想讲啊，伊是伊的代志，咱是咱的代志。所以每一个不好的，我们都要找机会啊，砍来劝导他吼，卖讲来影响我们整个民政府。若想游戏人间，就会一事无成。咱就是讲吼，既然咱也入来啊，咱就是要做大事，我们一定要做得很好。你爱有迄个决心。袂使讲啊！我落去要做看卖啊，那无我都无爱做啊，吼！安尼就是讲清清菜菜，啊，清清菜菜，日本人讲啊呐，我干妈妈啦，我干妈妈对不对？养日语的人啊，吼，
对不对？卖我干妈妈，咱来认真来做事，认真过日子吼，较袂游戏人间就一事无成，一事无成的无彩无，浪费我们的生命嘛吼。所以迄度足无彩，尤其咱有遮好的机会吼，遮好的地位啦吼。所以讲，谁不能主宰自己，便永远是一个奴隶。我们就是不是不能主宰，咱就是拢也要主宰自己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才做先行者。那先行者吼，每一辈子被人家做奴隶呀，吼。所以讲，我们掌控我们自己的权利，掌控我们的利益嘛，吼。我们的权益，咱爱讲掌控，所以我们才要求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我们要来把台湾正常化。所以当我们不再做外国的奴隶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呢，每一个人伊若无法度主宰自己，都是被别人彼此牵着走。像即摆要搁要去投票，遐人是毋是拢在互人做奴隶？啊，去共当票，搁一票，搁互领230、230呢？吼、哦！啊，遐人他就是被别人控制，啊，咱就是逃脱出来了嘛，吼！咱就是较有智慧的人，咱无要做人的奴隶，所以我们对不对？咱已经走出来，对不？咱无用关押嘛，吼、哦！咱这样头壳都特别好诶，咱无要搁做别人的奴隶，吼、哦！越容易理解的事物，越容易保存在记忆之中；反之，越难理解的事物，越容易忘记。不，咱迄个叫做啥物？地沟油啊，哈！地沟油，我想过一阵啊，若无人讲，迄足困难的代志，而且足大个代志，咱拢总念伫个袂记住，对不对？人的习惯就这样子啊，迄头头啊在惊尔，到尾啊拢袂惊吼。啊，小块的代志吼，你会记规世人记到甜甜甜哦。但是足大的代志哦，迄921，台中人足侪袂记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的311已经有两档啊吼，那个垃圾都已经流到美国去了吼。而且你知影无？他那个辐射啊。每一个海啊，包括咱这的海啊，吼，那个鱼啊，鱼类都受污染了嘛。啊，敢人搁食鱼啊，搁会记住无？袂啊嘛，惊久讲就袂惊啦，吼。咱惊久就袂惊，所以讲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，非常容易不容易的事情，都是爱家记起，牢牢记住。现在把我们所有环境需要改造的，需要记清楚，将来我们一定要革命的事情，咱一定要把它记起来，不能忘记。当我们执政的时候，中华民国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好，我们要把它改好，嘿，一定要一项一项把它记录起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哦，所以说不要很难的事情马上忘记哈，对众人一视同仁，对少数人推己心腹，对任何人不要亏负。所以讲哈，咱就是讲哈，咱对众人，大家人拢无分官阶，袂使讲啊，这个较悬，这个较低，啊，讲话大细声，吼。啊，这个就把烟吼作大声，啊，这个把低声下气，安尼感觉，安尼就是讲目头悬的人嘛，吼，啊，对较悬的人，啊，佫较有钱、较有势力的，吼，讲话轻声细细呢。啊，若对一寡吼地位较无的人吼，啊，讲话就安尼足无礼貌的吼。所以吼，这点吼我做了足有够。你穿甲破，佫外烂烂的吼，我一定给他二手。安尼做会到无？因为我伫病院吼，啊，啥物垃圾的嘛看过啊，对不对？垃圾嘛是人做的，啊，因为伊可怜嘛，咱更加爱温暖的手要把它握一握，
啊，告诉他我们伊爱安怎来改进。所以人就是讲改多起来嘛。我们有这种心，我们社会才会越来越好。吼，那卖讲啊，伊较无好，咱就改气嫌。安尼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他永远这个人呢变成坏人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吼，所以讲爱有慈悲的心嘛，所以讲爱一视同仁，对少数人吼退一心腹，这就是讲大部分的人拢爱对伊一律同款，但是唔是大家人拢是心腹哦。吼，对心腹要磁场相同啦，也是讲个性相同，也是就是讲。你人你看，看你较有缘的人，才会当做心腹。无，大家人拢有法度做你的心腹嘛？啊，你做甲足好诶，足好诶，嘛，阁有人嫌你嘛？那个什么原因？所以讲，少数人是你的心腹，你一定要珍惜。你爱一定爱有点兵兼点将的功能啊！你要用的人，你的部署，还有你的团队。这些团队你要好好去尊重，你才会当立于不败之地。你如果那是讲一视同仁，啊，无几个啊，讲无分内外就对啦。啊，拢无几个啊，你的心腹，啊，安尼你有代志嘛，无当请教吼。所以讲一视同仁是可以，但是少数人是你的生父，你的心腹吼。但任何人。我们都不要辜负每一个人，咱来以你拢总同款的态度去对待伊。但是会跟你合作的人是几个，你要认识清楚。家就是我的团队，哦，这样子哈，哦，那个不是分裂哦，哈，破裂的友谊虽然能够恢复，但却再也达不到亲密无间的程度。所以讲，爱注意安怎，我们一定不能跟人家撕破脸。人家讲啊，留个，嘿，无留个后路可见面，吼。咱一定话袂使讲绝，讲绝，大家人见面无法度恢复迄个感情。所以讲话一定要保留三分呐，卖讲甲绝啦，讲我拢无你嘛，无要紧，吼。安尼吼，我以前捌听过。一句话吼，我听了足有道理，啊！但是我即马想起来，确实唔对呢。迄讲哦，好啦，你好呀，挑摆做你啦。我若做乞丐吼，你一号嘛，甲你让过。我讲啊，让一号确实袂饿死个咧吼。啊，我捌听过即种个比喻呢。到拄到咧，逐户拢无人伫个，因为阮个祖宗就曾经安尼啊吼。我讲着阮阿公就讲，讲甲互阮妈妈听着，阮妈妈后家足善个，拢无嫁妆嘛。啊，阮阿婶因兜就坐嫁妆，啊，就伫甲阮阿婶讲吼，啊，后摆吼，我若百岁年老吼，迄啥物人拢毋免吼，啊，我着干那你着好啊，安尼吼。啊，阮妈妈听着哭几若工嘞，啊，着讲还听着无？啊，阮阿公其实我嘛无看着，啊，我即马直接讲阿公个歹话，实在是毋对。啊，咱是讲。比喻啦吼，人不要话要说绝。结果吼，阮阿姆嘛破病，阮阿姊嘛破病，啊，阮阿公咧破病时，拄啊，阮妈妈吼一个人，甲伊劝甲伊安尼上天庭。所以话绝对不能这样子。什么人未忘记，谁会忘记？啊，什么人许一定不能说绝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典故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阮爸爸吼。我妈妈嘛是有够友好，伊是较善调啊，无钱尔。吼，阮外妈因兜较无钱尔吼。其实阮妈妈嘛，从来阮一个弟弟有一天就讲哦，讲吼，咱吼老母吼足自私的啦。吼，我听着都安尼气起来讲，你无代无志讲老母自私啥物意思吼？伊讲安那，嘿，咱老母吼一世人毋捌发性地，拢无传互咱安尼吼。我讲我有啊，我足少发性地哦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从来没有发脾气过。我老母，我拢唔捌看伊在骂人，啊嘛唔捌咧生气吼，啊所以迄嘛是会遗传啦，有啦，较少尔啦吼。啊那足爱发脾气的，讲到这就是爱讲胎教嘛。你那是要让囡仔好
好油漆，全家拢爱和乐。啊，恁兜要增产报国的时阵吼，准备要生一个孙，阿伯要会当中状元，会当要囝囝代代十八代拢做议员，一定要让产妇非常非常快乐过日子。啊，讲伊讲的话，伊想的代志拢总好诶，生出来足健康，头脑够够好，每个细胞没有受伤害呢。所以那个我们妇幼福利省阿伯也对讲，从胎教开始。这个人的地基为经济开始啦，你甲啊，佮尤其生出来一岁到三岁吼，你一定较好势。人讲三岁看终身，三岁的定型，一个妈妈是人类的第一个导师。一出来套一个假的妈妈，如果妈妈都不好，小孩子绝对都不好。所以我很坚持这个，嘿，我拢有研究过足济啦。绝对是，啊！你迄囡仔吼生出来拢安尼五不全吼，绝对思想有问题。两个阿公阿婆咪常常咧冤家吼，无就是老公啥物外遇啦，你知影无？所以讲，若要外遇的吼，你要叫恁某唔忙生，无生出来吼，足歹幼饲的吼，嘛是足凄惨吼。这个学问很长，有时候我们做专题吼来演讲，是胎教的关系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今仔唔是咧讲这個，我们是题外话吼来。人生是海洋，希望的是舵手的罗盘，使人们在暴风雨中不致迷失方向。咱就是讲，咱这个人生，那海嘛吼，人讲吼，人海人海，人生是海洋，就是在这漂浮不定当中呢，吼，咱就是掌舵罗盘，尤其我们都是舵手。咱即马要甲台湾往哪里去？吼、哦，咱遮每一个拢尊长吼，尊长都是舵手吼，使人们吼在暴风雨中。即马咱台湾是毋是透风搁咧兼落雨？非常难过，对不对？台湾即马在无政府的状态下，五鬼搬运非常清楚，非常明显，对不对？哎，阿叔讲一趟一千块，你若票转给伊，有人有法度去甲反对无？所以暴风雨当中啊，吼、哦，不注意迷失方向，即阵人拢也唔知影，还阁要来去选举，还阁要来创啥物？咱要阁再来中国投资？阿兄安尼对唔对？哎，别国拢无当去啊！后壁迄句莫讲吼，人讲别国拢无当去嘿吼、哦、啊，都一定讲去啊才会使安尼吼。世界哪里都可以去投资，那么你在敌对国一定会受伤害。赚钱的当然有，但是你爱甲人会合无？连秘书长都受伤了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中国是我们的朋友，他也没有害我们，是中华民国执政者嘛，不是整个中国人的坏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都是中国人呢，也拢总将军呢，他们都很清白呢。啊，但是执政者他所做的事情不公不义，是那一些执政者。他的策略，他的行政方面没有做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，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是朋友，但是执政者的中华民国是管理当局，代理美国人在这里管理，只是他们可能没有读，无读过我这课啦，你知无？好、哦，伊若读这课，啊，就不会把我们当奴隶嘛，哈。所以大家非常公平，所有的对立来自于不公平嘛。全世界有争端、有对立，都是来自于不公平。如果有公平，我们要不要革命？不免嘛，吼。所以就是别人做不好，以后我们要做好。我们不能做比别人烂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若要讲做好歹，咱就不如让他们继续做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革命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改进，所以爱注意。
不应为了读诗而读诗，应在阅读中发现自己及检验自己。咱就是讲，你得学这個，咱要做官，不是为了当官而来当官，哈，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。就是读书不能为读书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学习当中啊，来发现自己，来改进自己，来检验自己。咱会使也袂使安尼哈？要不要休息十分钟？哈，要吗？要上厕所哈？好，那等一下哈，那休息五分钟，谢谢各位。那各位同学，我们休息五分钟哈，下课休息五分钟，谢谢。说只有五分钟哈，五分钟，好，五分钟。